世间所有一切法，通通是我妄想变现的，不是真的，都是幻想。你把它当真，错了；别当真，全是假的。贪嗔痴慢疑是烦恼习气，一刻都不能放心上，断得干干净净。真正是我的冤亲债主，就是贪嗔痴慢。该放的放，该留的就是心、愿、念佛。我们要留住，没有一个不完成，没有一个不成就，心里都该有的，从早到晚，心、愿、念佛，除心与念佛之外，全放下，你的往生条件是圆满的，不跟世间这些人再往来了。对人恭恭敬敬，欢欢喜喜，不结怨恨，和平欢喜，接见往来。我们在这个地方时间不长了，我们想走，每个人都是好人，没有一个是坏人，坏人也是好人，没有不带怨恨到别的地方去，带着有怨恨欢喜都不能往生。怨恨消干净，全放下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他对我有误会不要紧，我不能对他有误会，我要到极乐世界。我还记住别人怨恨，极乐世界去不成，我们的损失大，太大了。为了让我们没有丝毫损失，对人都是亲人，都是好朋友，人人都是好人，我们才是好人，事事都是好事，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助缘，我们要具足。认为别人不好，是我们自己心不好，不是人不好。大人也好，小孩也好，都要用一个爱心对待。庄严佛净土。
报上。